是，赏赐。我大得什么？大得什么？赏赐我。大得什么？下面哦。大得，赏赐我大得慈爱和幸福。慈爱和幸福，慈爱和幸福。听听好声音的时间来了，今天是，你要随便画一画就好了啦，要不然就用口水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小时候都用口水，没有吗？慈爱和幸福。嗯。那个第五小节第一个字是他。嗯。那就好，我们先从快乐歌，我们看看昨天练过一次，今天第二次会比较好一点点呢。林恩宇，好，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他。中小提琴，他们两个拉。嗯，阿狗哥没断的弓嘞，这是哦。这是不会断的弓，对，小何现在拿着碳纤弓，今天到台湾，不知道会比较好啦。OK， 准备喽，谁拉？一是谁？二是谁？三是谁？我准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谁拉一？他。谁拉二？啊，谁拉三？我。哎，敲什么了？唱这样子呢，
什么没听到？那像我一样唱的好听啊！下一首谁拉一？谁拉二？谁拉三？拉一，我拉二，你拉三。那个二的要拉好听一点，一的旋律要拉多一点，知道吗？所有人都是一样的。准备。过去一点。嗯。过去。我看不懂。怎样？三公。半把位要注意一下安全哦。二的轻，二的不要让太大声了、啊。让一出来上弓开始，你自己说一下上弓，你自己不会上弓哦。好笑哎、欸。那还不是因为我等一下还要接笔，所以我就是不上弓怎样？声音很破，很难听哎，你不觉得吗？往后翻，谁一？小何一？他拉二。他拉一。我拉二。你拉二。我一。不行。我一。你是二。我要一。老师说的算。嗯。去问你小提琴老师，他说一，你要二。我要一。开始，不要啰嗦。我要一，快点啦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要生发啦！吵着要一的人还不生发，三、四。Hey, hey.
你刷不够高啊，要生发的意思叫生发啊，收跟发靠紧，拜托专心点好不好？三、四，你也拉一，你也拉一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不要这样子啦，三、四。
两个不是都要拉一了吗？今天的心情吧，有人爱困想睡觉，另外一个呢爱惹事，还有吗？那我可以去 吃晚餐了吗？而且最后一首本来就要快啊，最后一首本来就要快，然后隔着就没有要快，这首没有要快，这首没有，我确定不用快，外婆会快，你说的哦，我把这一段都给外婆看，你说外婆说这首会快，一定没有，不可能，一般人一定会。好，我们来读，读什么？因为有人会唱。对，有人会唱就不会快。可是上次表演的时候，他还不是很快。那就跟外婆说。